三号礼拜三，第十一次酋长年扭转。现在早上4:40。现在早上4:52。然后外面在下雨，外面在下雨。我看一下雷达回波，这里应该雨等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在车上吃的早餐好了。等到5:30，好，5:12，雷达回波的话，雨已经过去了，挡风玻璃都没雨了，好 ，Go， 好，没雨了，降雨雷达那个雷达回波还是蛮准的，看起来的确没有雨，好。2023年5月3号礼拜三，现在早上5:15，第十一次的酋长型扭转，这会滑，看到青鸟了，试一次，头上飞过去了，这一只是谁？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一只从头上飞过去，这一只是有准。我还是先拍雏鸟，这只太远了，回来再拍。现在青鸟没有回来，就不特别，一直在振翅，蛮活泼的。
回家了，今天的第十一次酋长岩扭转，哎，有拍到青鸟飞过去一次，雏鸟两只出来晃晃 ，OK 啊 ，OK， 就是那个鱼，不然我其实第一班位置我就拍得到了，然后大概就这个节奏吧，4:20起床其实就可以了。人家4:10，我在来到这边4:52了。